这有什么不行的？他们连晚膳都没叫我们用，不得打点野味填饱肚子？这一看就是家养的信鸽。您看，这还有刚掉下来的主管呢。嗯，军中出现假药。王爷，窃取朝廷机密是死罪，林家在朝廷也算是身居重职。 你是想林家造反吗？别一口一个林家的，我现在是安乐王妃，出了事儿也算你们安乐王府的。看什么看？吃饱了早点休息，明早进宫面圣。敬茶。父皇母后，请用茶。 一转眼，离儿都已经成婚了，快起来吧。谢父皇。商商是林太傅的爱女，从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离儿的能力，朕也是都看在眼里，两个人。 真是天造地设一对。林商商，你学那么多才艺干嘛？我可一样都不会。离儿，以后天下就是你们的了，你也要好好辅佐太子。是父皇。太子。是。这太子咋回事啊？ 哎，你说，太子为什么老盯着我看？你心上人。我心上人，那你不早说？你也没问。那早知道我就多看几眼了，看他到底是哪儿有魅力，让林商商为他殉情。 那皇后为什么要把她亲儿子最喜欢的人许配给你啊？因为你们林家太弱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怕你娶个厉害的，抢她皇位。停车！滚下去！ 吹吹冷风，清醒一下。 想想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上官离，卸磨杀驴，总有你求我的时候。就是他。找到了吗？王爷恕罪，卑职还未找到王妃踪影。她毕竟是安乐府的王妃，还要护她周全呢。继续加派人手，找。 是脑子不好，还是腿脚不好？他们到底给你们多少钱啊？20两。什么？ 我才20两，你们把我放了，我夫君有钱，啊！你当我们傻呀？春游谁不会啊？10倍。谁呀？大清早，去去去去！把你们家管！哎，开门！开门！开了！拿赎金！ 治不了你了，真的是。哎，王爷，哎呦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这，说人话。这个，哎，绑匪的信。你，王爷，我是你的王妃林商商，我被绑架了，需要200两银子来赎身，请王爷速来救我，谢谢。王爷，王妃被绑架了，怎么办？要不咱报官吧。 本王不就是官吗？这是银子吗？上官离，你欺人太甚！
那我自己说我自己。你有钱吗你？我可是赌神。都说新人有运气，我以为我能赢。哎呀，你过来嘛！哎呀，我就说吧，不能相信你，你的嘴骗人的鬼。大哥，不如把它卖了。卖！别！你们还不了解我，我还有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优点呢！拜托！我赢了。嗯。死人了！快走！都别动！快来人，把他扶在桌子上！你俩过来！你小祖子，你骗骗我俩也就算了，这人命关天的。他就是太激动了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有人给他舒口气就行了。啥？舒气？怎么说啊？嘴对嘴说啊！就你了。我不行。醒了，下次别玩那么刺激了。我们走吧。谢谢姑娘。你拿着。这些都给你。我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也不能占你小姑娘的便宜啊！你不知道我家里啊还有夫人，也不能对你负责。你都拿着吧，不能对你负责。我谢谢你啊！这像是被绑架的样子。嗯，不过呢，这王妃虽然看着挺不靠谱，但总感觉挺有两把刷子的。不然那个大爷啊，早就一命呜呼。派人把赌场给封了。是。败坏我朝风气。是。还想要地位？派人来这儿盯着。哎，好嘞，王爷。别生气啊，实在不行，咱回去泡脚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他用艾草，咱有石头，咱回去用石头泡脚，咱也泡脚，是不是，王爷？哎，王爷，哎，王爷。